怎么又有玩这个狗角色啊？先。感谢班尼赞助100，没有要玩阿兹卡了啦，不可能再玩阿兹卡了，那个一点都不好玩。我想玩好玩的角色。现在的排位赛角色都选得非常的可怕哎、欸，不能乱选的哎、欸，乱选都会输的哎、欸。他再出一个哈芬尼，我要出什么去打？怎么都打不赢啊！玩洛克哦，洛克好吗？好像不错哎，好啊，我来玩洛克。我们家，有什么屁用啊？我跟你讲，我玩洛克，我等一下直接盯死这卡芬尼，好不好？是什么？蝙蝠侠都凯撒路是不是？要去打佛罗伦？熊猫好啊！我等一下玩熊猫，我等一下找到机会就玩熊猫。哦，我蛮喜欢玩主卡的，主卡挺好玩的，玩起来挺爽的。什么 HK 而已 ，HK 很猛哦！你们是傻是不是啊？排位赛看到 HK 都是要准备要输的、欸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等等又要被弄了、哦，他们辅助是谁？哦，辅助是瑞克，完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这盘又崩了。他等等绝对是干爆我的！我不要，我跟你讲，我不会再上你的当了，我不会再去偷那个红了。我靠，没人呢、欸，没人呢、欸，好甜啊！扁他！哎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完了！靠腰啊！他把风筝掉，哇！偷那红没好事，妈的！倒霉的都是我，我才不要去嘞！想要我再偷一次红，除非我傻，否则我才不会去嘞。前面就跪着打吧，随便打没关系。我们这次中起脚。后起脚没有，我这只是后起脚，越后起越强。前面就让他压吧，我也没办法，我拿他没辙啊。洛克就是这样，所以我才不喜欢玩洛克打排位，你知道吗？前面过得很不舒服，玩的整个就不爽了起来。这塔下吃兵，他还要打我，你看这个人多么过分，欺人太甚。来，我们干他，走啊！哦，莫拉蒂！哪一手？来啊，你刷，刷不刷？牙齿，让我看看你的能耐！我靠！哦，我靠，为什么小？我操！你他妈这么秀的吗？哇，好秀哦！他顺回影子来把我杀嘞，是怎样？好吧，算他厉害。也很合理啊，现在的这个已经是低端了。瑞克他妈蹲我，给他死，nice。
靠腰没有头，被捡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小事小事，一个头而已。龙血护体，我们来干个人怎么样？那个纳克罗斯，我们来干个人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啊？没看到，没看到，我先躲起来。嗯，爽。干嘛？干嘛？有那个哎、欸！我操，你来真的吗？来啊！来啊！是真的就来啊！哪一次超赚？妈的，超赚！不赚了，不赚了，死了，出人命了。赚吗？好像还好，好像还不差哎、欸。卡菲，你在排位上面跟鬼一样哎、欸，我不敢惹他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不要处理起来怎么办？干嘛？我过得很好，过得很好。来，我们来吃个龙怎么样？来试试试试试一试。哎哎，花尾，干嘛？不要啊，蝙蝠侠，不要！大哥不要！大哥不要！大哥不要！干他妈强奸我，给他们死，给他们死！一个都不要跑，后面还有两个，后面还有两个，刚打我打我有他们的份，给他们死！干，你不要跑，不要跑哦！干嘛？你何必啊？给他死，给他死！哇 ，nice！ 嗯，一个都别想走。哎，不是哎，这些人就想怎样？你干嘛？针对我有什么好处吗？没有啊，你们死全家嘞！干嘛？为什么你要这样？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好啊，我现在经济已经只有2500啊，我这样怎么等下怎么打下去？我这盘还要怎么玩下去？你跟我讲，就要这样子搞我。重点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啊，搞我被杀光了。哼哼哼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要杀这卡芬迪，我给他死，我要给他死。完了，他们死光了。这个局对吗？蹦蹦，再来蹦蹦。哇，狂暴没跳出来，可恶，来不及。什么？我直播来雷的？他们是针对我才打成这副德性的哦。我跟你们讲。你看我们多么顺风，就只有我最惨而已，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我就是为团队牺牲奉献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打这么惨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给他们死，给他们死。哦哦哦哦，这里不好，刚土人没跟啊，土人。自己还有得打吗？看起来好像没有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想吃蓝。哇，被吃走了，妈蛋！哦，真的，他是蹲，完全没看到，他以为他没被看到。他被看得一清二楚啊，只是他不知道而已。卖照，卖照，卖照！本来不想开大的，不过不开大好像打不到他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呼！
好爽哦！哎，我飞起来喽！我跟你们讲，当年那只那个小虫子已经不再是我了，我长大了。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我了，今天已经变成诺克叔叔了。我蹲这里，蹲这里有没有戏？小声一点，小声一点。有吗？你要出来吗？哦，哎呦，你要出来？啊，爽！好爽哦！嘟嘟嘟嘟嘟！我要去吃古龙，我要去吃古龙，古龙之吻。冲他小，怎么被吃走了？好吧，不然我吃古龙可以跑很快的。我连大都不开啊！诺克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大招，吸个血，吸个血，吸个血。哦，有蓝的一只，先吃个蓝。他们怎么打？不跟我们是，我们先吃个蓝。吃完蓝，整盘游戏就结束了。嗯，干得好，干得好，我的伙伴们。买招，买招，买招！给他死啊！推中他，嗯，不错嘛。队友 carry， 什么队友 carry？ 完了，你们这些人真是不懂了哦。欸，我有个第三名好不好，我有个第三名啊，队友都很赞好不好，队友都很棒。我检举这个，我要检举这个莫拉。嗯，我想一下，就像其他行为杜三小，等一下我们检举完，坚决举报！我要检举这个，我有这个 Outcast 的好友，哇，我不能检举他，他就是罪魁祸首。哦 ，shit！ 我不能检举，等一下，那我至少先检举这个瑞克，一直搞我，我没有游戏体验，王八蛋，检举你！这个龙马不干他的事，他零六零啊，不干他的事。嗯，好，检举这两个人哈，我真的很开心。要不是我那个 Outcast 的好友，我就检举他。我刚在制裁坏人。红尾家嘞，给他们一点颜色瞧瞧。什么很闹？他们搞得我没有游戏体验，我还不检举他？那是我人太好吗？不可能，我检举定了，我跟你讲，我检举定了。